谁是正英雄？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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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恁家族人拢笑呀！来，今晚要请叶大哥来鉴定这位少年呐。好 ，OK， 叶粉丝拢来，你看没？好，好，今晚全球巨星我，来来来，免报名，赶紧出来！观众朋友，掌声给我吹来！叶大哥好。天了天涯海角，也是故乡的话较易。吃遍了山珍海味，也是阿娘煮会较有滋味。尖叫声吹来，秋风一年一年吹。天过，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吃过苦楚的人。故乡的父母，旧年无看的好朋友，三日雨淋头壳疼，予你烦恼的歌。成功倒转来，啊！请掌声。规暗在咧等这个鸡，搁鸡一羹，我看卖。哎呦，恁家族人拢笑呀！啊，大家好，我这。小显贤出去外口吼，打拼几啊年咯，真久毋捌倒来我的故乡嘉义东石，想讲真久无看到我的母仔小丽丽，恁敢有看到我的母仔小丽丽？你是咧叫春还是咧哭？我咧哭。你啊，你是安怎啦？你敢知影？我的婚照飞去啊！我逐天下载拢是靠伊叫我才有得起床。靠伊叫你靠我落起床哦。对。哎呦，你莫伤心啦！迄鸟啊吼，若飞去就飞去啊啦。啊，虽然鸟啊无滴个吼，啊毋过我搁滴个啊。你滴个有啥物路用？你也袂叫啊啦，安尼我变哪起床？哎呦，你嘛咧三八。啊呐，我袂叫吼，但是吼，我会互你叫啊。啊，安尼会伤大声啦！啊！这个姿势最美，飘浪啊，似海啊，的啊，男儿亲像野鸟啊，心稀微。虽然不幸是牛啊，浪儿总是男儿，男儿啊，的角色。好听啊，请掌声啊！为着啊理想，着爱啊坚持，一切成败着靠自己。咸
酸苦涩嘛会啊滋味，做着男儿男儿啊担得起。抬头看天啊，月啊长圆，捧酒敬月啊，咱随意。乌云大雾啊，随啊在你，我会自强自立啊，做男儿。我会自强自立啊，做男儿。有够屌的，一只砍头砍面的鸭叫，鸭叫变飞鸟了，飞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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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大哥，因为陈梦贤，要不要飞飞？叶大哥好，好，好，好。对着陈梦，哎，也表演，叶大哥你有什么喜欢？也表演，表演的这个天才，而且在台上。在台顶哦，去表演唱歌也好，演戏也好，拢爱大胆哈，啊细心哈，也他自己很勇敢的。谢谢大哥。你甚好运呢？你不是较早，你也像那叶大哥，你较早咧拍命奋斗过程。哦，你无法度啦，拜托诶，你十三岁就出门啊咧？十三岁哦，小学毕业啊，迄个毕业证书我面领着就出发啦。叶大哥。你要跟我分享一下，你去北漂拍的。我是啊，读个台北啊，南新国小的啦。哦啊，专学校也是专咱台湾哈啊，这个国小六年啊啊，这六岁哈啊，读一年也可能跟我一个的。提早入学。哎，提早入六岁，哎，啊，我系经过啊咧吼，有淡薄啊，甲咱陈主委同款咧，啊，我是吼伫台北哦，放假吼，伫遐吼，啊，拄啊去台北遐吼，遐有一搭去卖物件食，是，啊，迄个饭爱钱，菜爱钱，是，但是呐，连汤免钱，汤免钱，哎，我拢饭拢半碗咧啊。哈阿汤哦，零百万，敢卡的卡一百万，嘿嘿，真正安尼，哎呦，哎，安尼过日嘞，拄我去你台北的时阵呐，零汤零甲饱，嘿，对，咱这个机会啦，今仔日吼，咱就有幸晚辈哦，会当在现场看到歌王吼，在遐咧唱歌，爱学歌王，好好啊唱一首歌，真的真的，哦，我哎。我在点嘛，我在点嘛。机会吼，啊，阮三下，阮三下啦，拢做你的老师，阮三下都三公啦。哈哈哈哈哈，三公。好龙秀，英灵宫是五王啊，对不？是是是。咱两个拢做伊的老师啊，对啦，好不？好。感觉应该无同款啦，吼。啊，嘿。伫家己的故乡唱故乡，嘿，是心情感觉特别无同款，就很踏实。会想起就较早。哎，对对，我都有安慰感，哈，有安慰感，有安慰感，对，真安慰。所以安尼好了，毕竟这杜家业大哥讲伊北漂的过程，哦，伊23岁离开故乡去打拼，我看我来用戏给你演出来，你看。好安尼哦，好啊好啊，大家该欣赏起来。叶大哥，你先别啉点茶，你啉点茶，我敲一下脚筋。好啊，你啉点茶。好好好好。起码今次来出来演戏的叶大哥，想个多。我八字无够重啦，我无倒啦。我八字都我无接触去呢，你啊。好啦好啦，我面皮较厚。好啦，你别倒啦。我处理。要修。什么叫要求？要求你们演一几天？你钱你不要求哦。来讲讲啊，先决定。我你呀。我刚有先。你求到掉了。安尼你演入去点啦。我来。这我处理。来。你演入去点，你朋友啦。我演朋友。没啦。啊，你演那个。我演啥？路人甲。路人甲哦。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啊，你得会啊！啊，我买菜很漂亮的女生。不啦，你演也可以点银幕啊！我银幕啊！啊，我来负责讲故事了哈。好，阿弟，我来。好，你变啦。好来，你拢去准备哦，准备哦。我另一边呀。来，13岁也可以点这一年，一个心要来离开故乡，准备去台北来打拼。伊一个人伫车牌啊，卡伫等候。
伊当然是家己客运，伊想讲客运啊，唔来坐个台北，唔来外久，但是伊就伫要拍拼，是一个小路慢慢来为伊头前行过。伊伫看这個小路，这個、小路就是伊梦中情人，伊喜欢迄个查某囡仔样。一点的钱啊，一直跋倒嘞，一个在跋倒。奇怪，伊安那想都想无，一个爬起来，一个向前行，一个跋倒。你真在我卡听哟。伊即马真出来，一个爬起来，真出来爬起来，向前行，一个跋一倒就大个。这时，伫个厝内边的老母烦恼着囡仔要去北部打拼，伊赶来到现场咯。哎，阿囝，我甲你讲啦，咱吼人生就是安尼。虽然你讲你十三岁就要台北打拼，你吼跟你讲，跌倒了，咱都是爱爬起来，跌倒爬起来，有一天你就会成功。唔是啦，因为着这路来无平，唔是讲我坎坎坷坷，我条讲要跋倒。哦，我只是要摕这个手巾啊，要迄个手帕少女，但是呢无无快。好啦，回弟，你着先去拍拼啦。嘿，拍拼了以后，等下自然都有机会啊啦。好啦，安尼这手巾来甲我摕咧。好，我车就要来啊。是，这个啊，这个缺点啊，一直看迄个查囡仔去的方向，伊感觉迄个查囡仔生迄个形是真介意。一天，希望因为北部打拼了后，回来会使去看到这查某囡仔，会当结成连理，现在是偌好的代志咧。这时，客店的朋友为只经过了。哎，客店啊，嘿，啊，你是要去对啊？我要去台北啊。你要台北创啥？我感觉我的歌声真好，我想要来台北发展，要来唱歌。你要唱歌？对啊。啊，你唱歌袂输咱咧台歌，你我都唱歌。哎，你莫安尼哦。我的生活就是讲，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变作一个非常厉害的歌王。歌王？对。你不可能啦，你的人生都袂输那么出力啊，你哪有可能啦？我只是演员尔，人以为家己的路爱行，我就是客店啊。我会奋斗，我会打拼。哦，啊，我奇怪呢，我来远看你安尼行路，安尼一摆一摆一摆安尼。我啊就是唔多，唔知安怎来坎坎坷坷，啊无做好事啊。我是希望讲吼，将来咱这路吼会当有改善啦。嗯，嘿，你要咧清暗，你当你听风咧怪路咧无平。那边我讲啊，哎，歹势吼，我今天要去台北奋斗，我的车已经来啊。嗯，哦，到车来，哦，车来啊。一上车，一免上车哟，一上车那下就去你啊。这是有车咪啊？是，第一位是这个金金水池的歌后。哎呦，嘿。这位是全球的巨星，好来欢迎乔安、陈梦泉。破声吹落，五车娘姑娘要去佗位？敢有陪伴你？阮不是心空虚，嘛不是有问题。只是想要介绍我自己，熟悉你，因为你看来真正美丽，感动真古锥，在我的心目中，永远的但是你，平凡故意的少年家，阮敢有介意？你害我心肝丢沙的。红红嘴唇白，一句话变来变去，不知要讲啥话。你害我心肝跳蛋糕，跳一半退两步。别问你，别问你，我的心摇来摇去摇无你。我请问姑娘要去佗位？佗位佗位？敢有人陪伴你？咱已经有手纸。Yeah.
酒三个，恁红红嘴唇白，一句话变来变去，不知要讲啥话。你害我心肝头艰苦，走一步退两步，来望你，来望你，我的心摇来摇去摇不离。我请问姑娘要去佗位？有人陪伴你，咱已经有手串，做你的乌狗兄，要永远保护你到海角天涯，只要你做阮的行。林乔安有水无？你太缘投啦！欢迎金曲歌王黄山亮。大家好，在天色破晓之前，我想要爬上山巅，仰望星辰，向世界祈求永远。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遥入海面，找寻起点，看誓言可会改变。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痛苦和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年轻的心灵还会颤抖，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要向前走，永远不回头，不管天有多高，忧伤和寂寞，感动和快乐都在我心中，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试探我，烈火燃烧我，都要去接受，永远不回头。嗨，格力姐，好，哎，炮哥好，都话你讲拢师徒的关系啦吼，所以恁三个是老师是叫做，无啦，唔敢啦，我们是拢讲节目啦，讲一个节目，对啦，两个是我们的老师，对，超级超级红人榜，对啦，超级红人榜。黄山亮老师是做评审，对对对，啊，就是因为伊我耍无过，不是我甲你淘汰，你无过，那我差一，你无过，迄集我无来啦。是安尼吗？是全球后援会，对呀，哎，全球巨星马刚，你家己敢叫名嘞？我跟你讲吼，人生的路，大家行的不同款。你看咱孟贤今嘛吼，全球巨星，哎，真的，伊大家表演拢破百万呢，是点击率拢破百万呢。咱对老师的印象很深，因为做评审的阵啊。我觉得看其实看老师吼，都会有个很心安，心安，心安。心安理为什么？无啦，因为我感觉老师就是他，平时不管说你在台上表演是怎么样，私底下我们其实就像朋友一样在讲话，和蔼可亲。对啊，你在台上唱歌的时候看到老师，其实那种紧张的成分就会比较少。是是是，对。啊，老师，你对哪个印象啊？哦，乔安是吼，乔安唱什么歌都好听，足奇怪，伊足有气质的声，迄个声喉吼。啊，伊即摆唱什么歌，拢变作伊的歌呢？啊，有他自己的特色。真的啊，真的啊。啊，然后孟贤是已经他做什么表演，拢就好，拢就好做。拢就好做。老师，老师，你讲林乔安唱什么歌拢好听，啊，我是拢唱什么歌拢歹听哟。我那不是你自己讲的哦。你很有效果啊。伊毛伊的风格的呀啦，嘿啦。啊，但是伊拢是好歌为主啦。所以伊无过关点都好。啊，对啊。没有包袱吗？对不？点都包袱啊。对啊，今麦上红的伊呢？不是，对不？外场来讲啦吼。
桥安有过关的无遐侪场，这无过关的做不完。真正啊，去到倒就拄着伊啦。对啊，讲到这，讲到这，就爱感谢呢，民论三圣公的帝君。我自从差不多三年前还是两年前，红人榜来遮表演，我破杯最高纪录，目前就是我七杯。真的？哇，七杯哦。对，啊，自从迄个七杯了，哇，我这呢路愈来愈好，愈来愈顺，运气愈来愈好。啊，你有登来谢阮无？有啊。所以我当年拢登来表演，大家拢登来，当年拢登来看阮朱毅啊，朱毅你伫倒啊？啊，三圣公的朱毅吼，会使讲哦，即摆要办这个全国的这个活动哦，付出真大的心血。啊，伊呢，嘛呢，真感谢咱三平吼来遮做这个节目。啊，是毋是？今日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咱这个庙的这个渊源故事。即咱这个庙的吼，是上元早讲这个前辈啊。较早遐老伙仔伫讲啊，传说落来，是传说落来，伊伫讲即个吼，伊较早上较早即个帝君是伫园林来，哦，园林，即个姓范的，要来遮，要来遮吼，伫问，问即个真久，问讲即个土园有一个三军洞，毋知伫倒位啊呢？到尾啊，伫问，问到尾啊时阵哦，是，人甲真主哦。即帝君甲指示哦，到尾啊，就讲你到桃园坐火车去到桃园，到中正路直直落，落到153巷，我咧刀手边过，遐较早有做一间叫做三军洞，啊，就指示讲要来起一间庙安尼，安怎迄带遐真热，真侪人来问啊，问到有当遐足暗，啊，所以讲。到尾啊，来去这个咱三圣宫，是较早吼，上较早号做明仁道义明仁天尼啊，是民国53年的时阵，是伊当阵啊，做这块地，全来甲拍契约，拍契约了后，这块地规个拢是在山，拢无路，所有全无路，啊无路要安怎？到尾啊，才来用人工来掘来开垦啊，用担。这个实在是真困难啊！是，要甲这个诸位请教吼。听人讲，咱有一个叫做将军的匾额啊。哦，这是什么故事？啊，你问对人啊！哎，啊，你是倒个探听闻来在？哦，这哦，真正迄是正百人来讲啦。我想唔知是真啊假啊咧。真的。啊，迄匾顶头有偌济人？迄内底哦，将小将几个？小将有100个。100个小将。哎，啊，中将。中将哦，有25个。哎呦，安尼125，哇，满天都是星星了。啊，这条都台湾第一变，台湾第一变，嘿，将军变，将军变。好，这个过程哦太厉害了，所以大家拢来拜咱的哦帝君。所以今麦要唱一首歌叫《文殊公》。什么人要？什么人要唱？哇，都由我这个八七八来唱。我来，甲拍一个破来。东南西北中，啥是正英雄？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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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我多，请托妹，传个千年时空。你在我心中，莫讲什么帝王将相，莫讲什么衣锦还乡，古今多少英雄豪杰都有恩重。世情中，只为人间正气，才有万世敬仰，关圣帝君。只为百姓情中，只为人间正气，才有万世敬仰。
这真好听啊！哎，你唱这个歌感觉不一样哎，厉害到唱了未歹哈？对啊，真的感觉有正气哈！有人要给我拍一摆手啊不？我下个月出了不？厉害厉害厉害！我这故事都是精彩的，孙啊！来，今摆来介绍一个正港的阳光故事会哈。有有有。虎头山的达人呐、啊，虎头山达人谢景龙谢老师，老师你好，孙哥好。您今天要介绍的虎头山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地方？好，虎头山原来是十五公顷而已，嘿，后来扩编变为720公顷的虎头山风景特定区。是，那它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有13条步道，13条啊，是最有名的叫做全林友善步道。哦，全林友善步道。它友善到什么样的境界？好，它是用友善的功法来做这条步道。好，它是一个斜坡的木栈道，非常的宽敞跟平缓。是，可以让各个年龄层的朋友都来做爬山，就是很顺坡。对对，哇，大家都背起来。对，它这里的友善步道里面有一个非常的漂亮的景点，叫做那个鸟巢树屋，像镜头看到就是鸟巢的树屋。哦，鸟巢树屋。对对，哇，这个步道就厉害了。对，好像也在林荫之中哦，在里面的这个含氧量一定很高。对，它是在绿意盎然的森林当中。哇，太有气氛了。这个是哇，这个夜景这么漂亮，千万级的夜景啊！它的夜景的话，除了很漂亮以外，它在前面的有没有看到？是。夕阳的彩虹有没有看到？哇，那对对，黄昏的霞光，黄昏的霞光才是花空满天，最漂亮的，对，这是虎头山的最标准、最漂亮的。欢迎大家来虎头山风景特定区，尤其是我们的明年三圣宫，这是我们的地标。是好啊，今天老师点一首歌，这个我们好好来enjoy，在这个山上呢，能够听到好歌，看到好的风景。遥远的等待，遥远的等待，遥远的等待。你想不难过？这条我来，你来，嘿，我来唱。哎，那要遥远的山顶起来，来慢慢来欣赏风景。好，美丽的夜，美丽的黄昏。OK， 来遥远的站台来敲完。来，点灯一下。风吹过，吹过咱惜别的思念。想起你甲我一张爱相思的路过来安奈，外面风声拢在交代，听着我满腹的感慨。听讲你所去的世界，流行着寂寞的暧昧。时代，梦顶山点海甲天涯，期待着温暖的未来。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一定爱忍耐。我等你等你都等来，渐渐等到要变成无奈。虽然爱你心情万载，但是等待像大难。是遥远的境界，若无心心等无落来，一旦情爱挂无未来，有假叫无假叫，无爱等待。我等你等你都等来，渐渐等到已经无时赛。虽然犹原为你关怀，但是有志啥人猜？是清醒但无落来，不管搁再继续乱猜，着春沙，着看破，无爱等想好听的歌，哈，如果拢一直过，哎呀，过这两个学生啊，哎，那么老师的功力也未提出来，对对对，我进来，每天不要变，你来啊，对不对？黄山亮老师，咱若想到，
会想到布袋戏是安怎？因为这布袋戏的这歌曲啦吼，是，我有一段时间拢在做布袋戏歌曲。对，我差不多唱过差不多五十首。是的，我不要是摇起一下。是布袋戏吗？布袋戏哟，错的，布袋戏本人来了。哎，你哪会去介意着布袋戏？我都唔知。其实你一开始吼接触吼，我嘛无遐尼了解，因为就迄阵我对国外转来，吼啊，就一个机缘，就甲这布袋戏熟悉嘛，有迄机缘替因写歌安尼。足奇怪，吼啊，哪做哪学。一个去美国留学的囡仔，等下台湾国生布袋戏，而且传统文化。应该等下做火箭的，你看回来发明火箭。对啊，我是感觉讲啊，这台语歌曲吼有关的，我拢最有兴趣的。好，水。那现场恁有一个对布袋戏真有研究的，伊都会啊。来，请。哎呦，刚才是台地的哦，来。哦，我哩昂昂刷刷起来。哦，这位老师，六。哎呦。哎，老师，里面请。老师来加请。这阵布袋戏可无看到伊光春型的。DIY， 手偶发型有变啊，因为要是这依在你中嘛，就要变安尼较形象啊。啊，贵姓大名？啊，你好，我姓柯，我是讲这个啦。啊，对啊，小文啊，苏亚文。哦，你姓柯，迄个嘛姓柯。哎呦，你好，金东兄你好。来，柯先生，你有法度家己一个表演过来唱就对了。咱有音乐嘛吼，音乐类啊都会使加敲类。安尼。安尼好哦，你布袋甲表演落去哦。好，来音控师哈，开始哈，开始。金光，金光万朵随意千条，苏彦文再多红尘路。威威王杀玉刀，红树锦绣太罗布，金下乌丝无汉魂，血气英明。在下温州苏彦文，我千里迢迢一路来到中原，观看风声四起，诗怀片野，刻留星河。罪魁总惊人，你因何如此战斗？罪魁你在哪里？总惊人你在何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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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苗家。本座乃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害人数百万，黑牢几千里，万恶罪魁总惊人。苏彦文，天道无路任去，地狱无门闯进来。今天让你经验挥霍罗钓的威力，追来！呀！莫做主，这样。嘿，阿旺子，左手无来啊，救命！真笑诶，不得外出。哦，迄僵尸人，你敢知有偌恐怖？假恐怖！真恐怖！感谢你！谢！我来一支，真的。苏彦文哦，他报的。来多来嘛。这彩排有经过检查过无？哇塞！好咧，今日是怎子？哦，反正我顶回拄到破赛。布袋戏啊，那每一个出场无，拢固定迄个念迄个，迄叫做四号。四号。出场的四啦，吼。来。伊出来拢个来小小人一个喎。吼。来，咱即摆看到什么人，咱就念什么人吼。安尼。总教练。总教练。算了。哇哈哈哈！顺路假修，引我假梦。哇！来，欧北龙君苗可丽。哇！把人的失败是我的快乐。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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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真心无缘人，哎呦，卖生在世便何意？既未结水，恐分别，
上面聘厨师。哇，哦，好美哦！水水水，水哦！后边一雅书，一雅书，来全球后援会。世事如棋，乾坤莫测，巧尽英雄啊！回来看像乱世功德亮哥，亮哥来来来，有一笑一剑平生意，苦尽功名十五年。好好好，过来，受还金哦，受还金，还是你，还是你，胖哥。哎呀，哎呦，万幸万幸也万险呐，转如转到是转险，脑中镜子装满罐，将阿文武半边天呐。哎呀，厉害，够像。红亚金都独干娘，独干娘，许孝顺。人情一流多一流，多情一流人一流啊，一流的啦。这个朱启林嘛是有时候，朱启林老，朱启林老啊。来，我就要我念你，你要念我，你出来就叮当一个，我出来叮当，好。来，如今念苗可丽，寒桥多金过红尘，小妹冠军公车平。什么呀？来，过来要念你，念你，我你小行者，小行者。哈哈哈！红都不林惊动万高，提供提康。趁真大，吸进空气真快活。哎，有。我念你，我念你，你念我呀。我你行，我你行。音乐。蒙白四角青孝顺，一个水水看到鬼。闲了，闲了都看到鬼。无啊你，啊你嘛无阿温。对，你连阿文，迄个不是阿文，迄个唔免听讲阿文。啊，不是，你做人个师傅，你连阿文你也，对啊，你就过分嘞。人爱甲你学你咧。啊，你个人面，啊，你个人啊，真正好。啊！两个老伙仔卖过弯啊。是外老。是无外老，但是看到恁两个面，我当然说讲岁月不饶人。哎，你也会老啊？无啦无啦，安那伊卖过弯鸡啊啦。你有意见？无，我无意见。但是吼，按即拍讲到即个布袋戏嘛，讲到布袋戏哦，其实我找到一条歌嘛，足适合的。什么歌？这首歌叫做《三刀传说》。哎呦，那是你有研究？是有啊，我有研究啊。拜托诶，安怎？诶，你头少少诶。安怎？诶，我讲快，你头少少诶。安怎？这首歌是二十多年前。系啊。阮有一个祖先，啊，甲碰过阮三个人。我出了专辑内底一首歌，这条歌叫做《三刀传说》。哦，足深的啦，不好唱呢。你先有亮哥参考一下，参考一下。哦，来，老师，老师麻烦一下。一刀八，二刀三，三刀流传说，斩乾坤，破日月，生死未了，脱难。寒霜白雪雪，行过柳情已断绝。心事秋分乌漫漫，风干一朝破一宽。一刀割，二刀割，三刀白了发。斩天明破心肝，不敌胆大。出名叫剃头精，殊不知唐山东路大路只红精姑娘，才在挥挥乱撞。江面剃头精带着数百名人气子，缓缓赶到红精姑娘，看得精神不济，赶紧放出条通天炮。
救命救急忙大门到后面那个人欢迎光顾救命多少说法呢求红上落油三八年火灯三三三亮亮亮老丁求老家阿娘求阿爸求求求穿今天你看见的小破多好点错，注意，咱照收尾啊！我跟你讲，所以你咧收惊？吃药未？我红的拢吃过啊！哎，但是未歹呢，哎，两个鱼头，鱼头菜，最厉害的吼！加串啊！我本来我那无吼参加这个主持团，我就是笑诶。你今麦嘛是笑诶，你今麦讲慢咯，你都要念咩？我听无，什么红衣歌呢？我刚好听到啊老丁就老卡，老陈讲听无？武陵山武陵岛，迄个一个所在。无人山无人岛。武陵山武陵岛有一位导师，名叫剃头精。那个剃头精，剃头精，殊不知在东河山东河大楼，还有一间大楼。不叫大楼，卡造大楼。道馆顶有大楼，卡造皇宫那么起大楼。哦，过来，有一个红金姑娘。红金姑娘，红金嘛，嘿，哎，用到你俩海上。哎，布袋有真侪好听的歌啦，有人要想要听什么布袋的歌无？布袋戏，来请。很牛点歌，这位大哥。红布短灯林呐，哎呀，很是大灯林，还叫做短枪林。短枪林，短枪林，爱读短枪，短枪，什么人要处理？但是这我会晓，但是吼，足奇怪啊，念是讲短枪林，唱的时阵唱短灯林，有，短灯西，短灯林，长也好，长也好，是你刚才适合做布袋对啊对啊。全台湾的英文唔免看懂是布袋。对啊对啊。来布袋安怎走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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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所以徐孝顺无菜啦，伊唯一干那做人无成尔。来亮哥，哇，你接受的这个音乐吼，有一条歌。诶，我记是一个贺岁片，大喜临门大喜临门，吼，我足怨叹的。安怎讲？我听讲他今天拢碰着你。哦，是吗？真的啊，所以，他今麦迄个寿礼遐尼悬，甲这过年无。啊，安尼你爱甲斗负担嘛？老你讲来。我是我咱是出电影，你阵。我阵就替赛有领导。哦哦。啊，我冇参加啊。有，安尼好啦，你叫做金一个团叫做，诶，迄阵是叫做金世喜，金世喜，金世喜啦，金世喜啦，金世喜，大家做一个世喜来去，欢喜来吃吃。有嘞，音乐甲走落去，吃吃甲跳落去。老人活欢喜，啊哈！小酒甲饮落地，做伙来念歌词，一起天天开心。来啊！啊来来来，你来，心花放好开，跳落去就心花开。啊来来来，你来，脚步天落开。恰恰甲跳落去，老人我欢喜。来来来，你来，心肝放好开，跳落去就心花开。啊来来来，你来，脚步变好开，音乐声流扬起，青春的滋味。哦吼，音乐甲走落去，恰恰甲跳落去。百万兄弟，
有一段要表演，就是在那遐看。哇哦！哦，因为我们特别向西田哥致敬。对对对。因为西田哥伊普通时咧唱迄种较古早的迄种歌哦，哎，特别的有味道。安尼啊。啊，而且迄种靠背的歌啦，哦，用讲一下，讲想起靠背的歌哦，嘛非常的多，啊嘛非常的有味道。所以我们今天百万兄弟哦，要来唱一段。靠背歌吼，来向西田哥致敬。安尼哦，是哦，有口白的，对，有口白。哦，流浪找头路，这家己编的哦，无简单哦。来，爸爸过来一下，好来。啊，搞尖叫声。哦，来了，坐我的车哦，这位来找头路，好唔好？从厝内到都市。厝外来靠人才有苦，对面有小街所，啊内面小吃白酒，也唔捌你，也唔捌伊，感觉真歹势。拜托你小姐，你来甲我找头路，无论是做工也是穿便所，但是无一通登记，就条滴滴做你去。我先搁吹嘞，搁吹嘞，尖叫声，大家好。哦，我是迄个对小琉球来的全球巨星陈梦贤呐。哦，啊来到吼，来到家来找头路啦。啊，你时啊爱做工啦，啊唔过吼，迄做工吼，啊就无赚偌济钱诶。所以吼，高不离三四五六七八种吼，暗时啊吼爱来遮兼差，啊开客运车啦。哦，啊最近吼，讲上新诶啊，讲即落爱点咧 Uber 吼，啊找网络找咧个地址，较会找着人客安尼啦。啊，驶来个站，那驶到对安尼，超级夜总会。哎，夜总会人普通时啊拢是蒙阿波呢。哇！啊，这我是有听唔到所在无哈？哎呦，啊，饲只这人客唔得出来未？啊，人客，啊，有看到人客无？我真正够讨厌，我人生内等下了刘表，我真正好够可怜的啦。我真正吼，世界也啊啊啊啊啊！啊，我落来啊，我落来，都袂敢看起来，哎，不是啦。我好安奖金也无做少，哪有低来遮咧夹干嘛？喂，遮夹干嘛？你拢唔知我外口咧咩咁苦劲？好啦，起来啦！你今日不是叫我外口咧我都起来，你敢知？我大概饿，我甲你讲啦，这间叫啥？超级夜总会哦，我来配！哎呦，哎呦！恁祖妈吼想当初时啦，少年的时阵吼，二十几、二十通岁的时阵吼，中山北路大家拢知影讲，所有的舞车内底，了我雪莉上届水、上届妖娇、上届阿娜多姿啦，哈，唔是讲即马七老八老四五十岁啊，是讲来只兼一个差，对嘛吼？想谈到七点到八点，啊，我兼一个迄个舞厅，即马来只间超级夜总会，应征钢管舞女郎，你知发生什么代志？等下，你即种要爬钢管？会啦，会使啦，我阁会使吊钢丝呢，你唔知哦？爬钢管可以哦。什么？我就是摊在咧爬钢管，啊，即马第一个一个一个经理讲吼，啊，无我了有一个姓柯的人客吼，互你爬看卖。我家爬了了，伊讲个，伊叫我甲头啊！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无唔对。我拢阿袂爬起哩，伊就甲我的头压落伊个下骹遐。是安尼哦，来来回回，我都唔知要如何是好。哎呦，你唔知影迄偌恐怖个呢？喂，都是安尼，伊拢讲压落，我甲伊安尼撩一个头发呢，你知影无？好，我咧偌专业，哎呦，互伊糟蹋了不要紧呢。迄细平有一个档个无？伫边看着讲，这小姐是谁啊？过来讲，叫我去试试个麦啊！就是，恁大家看了无差无？恁遮可怜呐！我人生你是遮尔啊遮可怜，我甲你讲，迄个查甫人欺负了准拄煞，因迄内底上届大牌迄个苗大班苗啊可丽，看到我讲你是鬼啊走出嚟，环境你遮咧旁袂平安，你知无？讲甲我淘气，讲甲我叫我去死死的准拄煞，你知无？煞你个死啊！我今日开始较早互你演连续剧咧，吓，特别输那以前迄个台湾霹雳火，霹雳火公车。干嘛呢？我看恁家是咧做 VR， 那想到啥都会演啥呢啊！你起来，你起来啦！
欸，我问你啊，小哥啊，你是谁啊？哈，无代无志走来这里嘛在徛边的。无啦，我无徛边啦，我是来这招亲吼，来探亲。等下打个岔，我的高跟鞋跟软等你，这箱郭庭云，这箱甲郭庭云借呢，这箱我爱甲买啊。我小姐，我看好你规腾开好啊啦。好啦，欸，我哪听哪下你讲好啦，来，我是甲你讲，你讲啦，吼啊。哎，那只草哈，这风啊，那是新娘子啊买啦，我甲郭庭云控伊，问一问。真正紧登去，哎呀，迄支登去啊，你知无？惊死！我甲你介绍一下吼，哎，我今仔这我这自装有足特别的，因为我知影讲咱后阳宫这的相亲时都拢爱看一挂重口味，我特别后壁性感深 V， 你敢看无？IQ 偌好，你都唔知影。哎呀，你后壁那种跳啊子啊，最近黑道会拢无人消透，你是咧吼？我来讲啦。哎呀，你是啥？咱无代无志走来遮，你讲阿久啊？无啦，啊，我着走车呀，来遮接人客啊，找无人客啊。啊，哎，你是叫做迄个 Stan 吼？账号叫 Stan 嘛，对吧？系啊系啊。啊，我甲你叫的啦。你甲我叫的。系啊，我甲你叫的啊。安尼我无爱载啊，真系真贵啊。阿哥。无，有三更半夜，你无要甲我载，我是要缀你找我。我问你一件代志，你今仔讲，你今仔闲有闲无？我今仔足闲的，我暗时啊上闲的啊。啊，若闲我甲你包。你要甲我包？系啊。你要甲我开车哦？你都还袂确定，你哪知有车啊？哈，无啦，我是讲包。你要开我这只车车，做伙来佚佗哟啦！你来行的，我是想讲哦，既然我来这向西面世界已经足彻底啊，吼，我不如安尼先啦。我今仔就是袂瘾谈，我今仔你吼，你载我，反正你对台北市你也无熟啊，对不？我来教，我甲你带一下路，来去台北市安尼细细行行，我甲你包验，你意下如何啊？哦好哦，那唔好啊！那安尼声音，咱就 Let's go！ 掌声加尖叫！往何处？嘿嘿 ，taxi， 别那么匆促。嘿嘿 ，taxi， 我向你招呼。嘿嘿 ，taxi， 请放慢速度。你走过人生旅途，没有为自己着想。从日出到夜幕，再忙碌。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不停歇，你阳光下，灭雾中，风雨里不畏惧。嘿嘿 ，taxi， 你开往何处？嘿嘿 ，taxi， 别那么匆促。嘿嘿 ，taxi， 我向你招呼。嘿嘿 ，taxi， 请放慢速度。台湾是那个尖叫声，过来一届。哦，気持ち spring yang。哎呦，是的呀。喂，看到有什么感想无？礼拜呢？礼拜哦。少年的有少年的心，那无同款的哦。是啊，是少年的，真能活跳的。有啦，我定来看到啊。嗯。刚刚最后这一幕很感人哦。怎么说？就上次那个澳洲森林大火的。无尾熊，报数求救。别拜，这少年男性两个将来有前途哦。对呀，薇姐觉得可以哈。哎呀，我觉得他好可爱哦。谢谢。帅蛋的被那个我们的这个苗苗大班，把俺俩等夜观大爷要抢啊，被吸引的我有看到嘞。好笑，拉掉哎。你两边。是安尼哦，郭庭云的官大你要去陪，为着艺术来牺牲啦。好，今年将来就是喜剧的接班人才啊，是安尼啦。好，